风飞复合，一时传佢哋再分，一时又传阿飞有咗，一时又话霆锋唔理佢两个仔，真系慢少少都跟唔到啊！搞到风姿都要出声明护仔添。不过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就连向太都嚟了啦。大伯拍知佢谢家见孙啊！不过霆锋一于懒理，专心工作，继续化身恶魔教头喺内地嘅真人 show 同四爷各 train 一对新人。而喺最新一集入面，佢哋对战嘅歌竟然系阿飞首《匆匆那年》啊！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，是否还能红着脸？就像那年匆匆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。霆锋将情歌变舞曲。win 都唔得啦！是这次的唱，我是很严格，很严格，很严格。对啊，某些人唱过，然后其他人再唱，当然要唱的差不多才行啊。喂喂，你嗌都冇话系边个，某些人未必系阿飞噶，霆锋唔使咁怕丑喎。